好消息就是本馆隆重开幕，以后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。好听的 music 来。好，一开始我们魔术师用他帅气的屁屁看着你们，到底还要变什么魔术呢？仔细看哦。其实这个不是手帕，这个是橡皮擦，只要轻轻的擦一下，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变黑色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还没有跳妖怪手表。先跳一下妖怪手表，那一二三，摇摆摇摆摇摆，你看它就变成黑色的。掌声鼓励一下。这今年妖怪手表是不流行的，今年流行雪猫脚，你会跳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那没关系，你可以跳妖怪手表上雪猫脚。来，一二三，怎么一起雪猫脚，那就变成。两条手帕，有一张1000块，我们只要把它对折，再对折，折成一个正方形。这时候，主委帮我吹一口气，主委来。三，神奇的事情，它的颜色会变。那我们再把它打开的时候呢，一张1000块就慢慢变成2张100块，100块啦！掌声鼓励一下，一张变两，赔了赔了，3000多万，你要不要用这200块买礼物？你的礼物就是我们的高级面纸一包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哎，是 DIY 的啊，我以前做法没办法，你接下来这个魔术更精彩啦！为了让我们的主委不会倒，哎，主委来了，还没，掌声举手，主委来，我来，这个没有套餐了，啊，这没有套餐，开玩笑，没有，为了主委立正立正，好来，面带微笑。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那个。花花怕，但是你那不像魔术师，不用怕，我们要替你准备魔术师衣服。1、2、3，第一次都是假的啦，第二次才是真的，来，请看哦，1、2、3，来，掌声鼓励。